朗朗大师教你怎么练琴。弹琴要有耐心啊，不能着急的去练，也是要有策略性的，一遍一遍的练。家长呢和老师一定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吧，然后当然陪练非常重要，因为有的时候家长并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或者有时候能真正能体验到老师到底想说什么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加系统的、更专业化的，就是所谓的不能瞎练。朗朗大师说的好方法是什么呢？还挺准的，真的这个很牛。就是这个小叶子智能陪练，弹对音符变律，孩子弹完了还可以查看评测报告，哪儿弹错了，哪儿还不熟练，小叶子都非常精准的标出来，让孩子不再盲目瞎练。